五分五的方式点头。这次我们方院第一家的退照服务中心的部分，感谢。3、2、1，请揭牌。方院慈恩日照中心圆满顺利，美好彰化，希望城市，赞！好，看一下正前方。彰化县到六月底，我们的这个65岁以上的长辈已经到了16.3%了哈，都是100个内底有16.3%的拢是65岁以上。那特别是咱西兰角速度搁较紧，方圆即马100个是22个，咱的大城是100个24呢哈。所以呢，要如何让咱的长辈有法度在地安养、在地老化，是咱这个县政府即马一直很努力的这个目标哦。咱这个媒合了我们这个应该已经废校10几年了哈。那过去拢放咧旁，那我们的卫生局媒合了我们的慈恩基金会的团体来进驻，那把我们的陆上国小的顶部分设计的旧校舍改建的非常的这个漂亮哦，等一下大概大家可以进去看一看哦。这个也是第一个我们把旧校舍改建成我们日照中心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典范哦。那也希望说未来能够继续不断的盘点我们更多的闲置空间，提供给我们老年化做日照来做长照哈。那这个我们这个也配合我们中央政府的一乡镇一日照，以及我们一个学区至少要一日照的这个目标哈。我们这个慈恩基金会在106年，他们呢就开始投入在这个区块，非常的用心哦。那106年运用了我们西湖的旧卫生所，那把它整建成原来的日式建筑物的样貌，那增添了小火车的一个这个元素在里面，让长辈在这边就能够有日照的一个服务，同时呢有那时候古时候他那时候的一个回忆哦。那我想这样的长辈在这个环境里面真的是很舒适的受到最好的照顾。107年也整理了我们田尾闲置的社区活动中心，那以及我们20的幼儿园设置日照中心哦，那提供给专业在地的一个好的一个这个长照服务。那本县目前呢总共有27家日照的一个中心哦，再加上这一间是已经到了第28间，另外也配合我们国家一个学区哦，一个中学区一个日照的一个目标哦，那我们应该要有41间哦，那现在呢已经布建了我们23处哈，那另外有8处也在筹备，我们会继续把这个目标尽速的来跟它达成，让我们的长辈能够呢。真的像我们讲的，有一个高龄友善的一个好的一个这个环境哈。日照这工作，咱的县政府甲咱中央拢真重视吼，啊，咱中央所吼嘛尽力配合吼，有布真侪点，啊，咱这个顶坡这个点算吼一间的开幕吼，啊，过去这个所在我也常来吼，啊，今日来特别有感觉呢吼，啊，今日真欢喜啊，从安尼电台会当来开幕吼。啊，只啊，照咱这慈恩日照吼，这个今仔日顶部一站来开幕吼，啊，以后大家吼，拢有一个快乐聚会所在吼。老人人口的老化很严重，尤其在我们的偏乡更严重。好，刚刚县长也提到，这里已经达到20几%的老人人口，所以说我们要积极去投入，好，让这些老人家好能够有一个最好最好的晚年。好，让他们最有尊严的走下去，好，这个是我们最大最大的目的。